我已经想好了，继续维持雇佣关系。既然已经选择婚姻为自己的终身事业，还领取了一定的薪水，那我也得有点职业操守啊。说什么事业和家庭都兼顾的话，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简直就不可能。婚姻要是沦落到经营的地步，你得有企业家的格局。你跟老公、孩子、父母、长辈，所有人关系的建立都跟创业差不多，然后还得守密，能受得了委屈，才能解决得了问题。这个社会对女人不公平，太难了。不过我看你们两位倒挺合呀，合在一块儿开个培训班，肯定火的。什么吧？你讲婚姻学，他讲成功学，一套教材。喂，你都打了21个电话了，不回你电话肯定是领导在忙。到底你是领导，我是领导？您是领导，您拿的总监派头非常稳啊。但是我请领导吃饭总可以了吧？不需要。那如果这顿饭是工作安排，您是不是必须要到场？你还有什么工作安排是我不知道的？哎，那好吧，看来我只能一个人去浪淘沙了。您确定让我一个人去吗？浪淘沙？你跟谁一起去？什么时候去？去干嘛？半个小时后见啊，拜拜。喂，吴总，哎啊，哎，这个喝酒啊，就跟做生意是一样的，最好呢，就是能找到那个最合拍的合作者，啊，说的对，我跟吴总一样，不喜欢一直紧绷着谈业务。干杯！来来来，干干干，喝着啊！哎，怎么样？好久好久。哎，哎，陈总，你是不是对这里很熟啊？啊？嗨，苏戴斯。给吴总请假。陈总，原来您在这儿啊！早说呀，一起呀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又不是一个人来的。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刚说完就遇见熟人了。哎，陈总，介绍一下呀。啊，这位是吴总，武术的武。啊，吴总好。沈佳楠。哦，难上加难。你那位顶头上司呢？陈总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早知道一起啊。雷总。哎，您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介绍一下吧。啊，这位是吴总，啊，这位是秦总监，雷厉，雷总，你应该听说过，是我们木兰说的高岭之花。哎呀，早有耳闻呐，久仰啊，雷总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哎。今天这局比我想象的热闹的多了啊！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雷总，你可真是无孔不入啊！那也是托陈总的福，要不然怎么能来这么高端的私人会所？我就是怕你啊吃不消。啊！哎呦，吴总，干了啊！我是先干为敬了啊。嗯，其实啊，我今天特别想跟您畅饮一番。但是呢，来之前吃了点头孢，您也知道这头孢加酒